还没洗衣服啊？嗯，弄了点就好听啊。啊。而且到阳间下阳了啊。死了我，那你总该早去洗衣服。啊。去。得屋头进了我出来还有我。最末日起嘛哈，去保定，只想扶点石头买房干，没活来了打阳青。应该是尿得很哦，这孩儿都要尿哈，走，去，去，这左右右送你，去，去，还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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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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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我去把你放了哈，多吃点回去蒸饭了。你看他起吧，对，感应危机得看到西洋鸡了。咦，老师是西洋鸡给哈？是啊，你哪里来了？这老二打的我，就我同学他自己来的个。对，这个比我们自己要个比都多哈。是啊，他个哭个差劲，搬不动了啊！就是像唐僧哈，过河骑个乌龟呀。你在哪看到过？是啊，我也没见着。骑都没骑过。嗯。咱骑也看都没看到过。现在你会整不？啊，我不会整哦，我啷个不会整哦？走，大仙，回去整去。把提回去了，你看好。喂，开始整去，你们来吃哈。哦，要得，要得，我们到那儿来哈。哎，这我感觉有点凶啊。他凶，他凶还不是什么？我怎么子？这把也像杀猪了哎，哎，烧一锅滚烫的开水。他把皮子比猪还厚。这个脚趾嘛，本来还供他入了油，这个苦苦。他是切下来，不然磕去了哇。这个老是龟脚怕死人哎，哈。龟苓膏。嗯。还得你。再苦苦会哈。会。开始嚼了这一张。哎，走。往壳壳水里头炒水，水姜、水葱、倒料酒，炒啊！你切点青椒拿来煮粥了。对，你开始可以拿当碗了。姜蒜，撒点八宝海椒，撒干海椒，撒泡萝卜儿。有点呛。撒嘎嘎。撒点白酒去腥。香银巴，少来点，这热干嫩个，就像我给炒都炒泡，但是还是要顺点水焖哈。扛上大锅盖，黄瓜、蛋儿、下青龙虾，其他老子没来喽。哦。差不多了，哎，这味道香得很，盛起来。咦，这盆康姐，哈哈哈哈，你看蒸熟的是这种，我也拍上啊，我自个儿不行，你说这个起来吧，我就起不来这个，来摆，来我们三个一路把它拧开，没有太框框，我鱼，我带给光脚脚，我不敢，你自我拖拖脚呀，嗯，萝卜了是吧？我拿酸萝卜籽一路和起炒点，可以吧？我没吃过这东西，我不晓得是个啷味道，反正是 OK 啊。不好吃这种，这种是不好的，自个儿有瘦肉肉，而且它自个儿有吃胶原蛋白，啊皮子一起黏过就来了，就像猪皮长的。啊，真安逸了。真跑了。嗯，老师，没啥子吃多了。嗯。那清明炒羊肝哈。先把羊种明天就。那羊就打起来。嗯。要等水蒸清了就杀干。嗯。啊，水都还没满满。嗯。一边按起来，一边没按着。你也往起用按着。嗯。